欢迎收看女大学生不减肥吃饭日常直出门日记。哈喽大家早上好，之前好多人问的奶茶叫上来了，先放点盐再倒点牛奶，差不多了，然后把泡好的茶倒进来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度。有奶皮子的话当然就更好，我喜欢浓一点，所以茶泡的久一点，然后再放点囊。嘿嘿，好了，我的早餐现在少不了果酱。早上有点冷，穿的有点乱七八糟，最近天气冷了，大家也注意保暖。中午跟我妈一起包饺子，我来擀面皮，我妈在包饺子。加点醋，不够再来一点吧，再多来一点辣椒，是很能吃辣的小姐姐一枚。哈哈，其实辣子一点都不辣，饺子不小心煮久了。终于可以出门了，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，有点小兴奋。这个傻女人兴奋激动过度了点。不管多冷都要记得雪糕呀。回家睡醒后有点傻乎乎，笨笨的切个西瓜吃，把剩下的都用保鲜膜封好放冰箱里，一口西瓜一口囊。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拜拜。